那家就是斜窝的爹娘，俺爹娘跑大老远了，过来要看亲我奶奶的猫。还去去去，去哪儿去的呢？我知道鬼人家，你不知道我爹你去呗，就鬼神到了呢。那也轻了没有吗？他轻了些，没啥事了呢。结果不疼了。你看那又大老远的跑过来。哎呀，看他老带着了。看视频看了。看带着了。他其实疼。疼了大棍咋跑了？啊，他一直搁老牙开吧，疼回来，疼了跟着这大棍跟床上，这说是医生卖了没？医生卖了嘞，呀，疼回来一个。我就说那来人来抓他，结果没事了，又不疼了，那跑着老远讲我。你看他那视频，那都不疼了。大锅撒泡了，这娘来了，来转来了，我没事了，你跑也跑一趟趟，真冤鸟啊！皇帝都发现了，这咋样了我？呀，看到我老难受了，你好点了没有啊？姐，姐好多了，都一个喝了，疼我真顶不住了，这娘哭疼了都。真到两点的，难受了，别起来，躺着吧，你歇会儿吧。躺着我躺着也不好，我躺着也不好，我说这。那医生，医生意思把那脚蹲着，再往下蹲。嗯，得了这个。到一个4点多，觉得搁这躺坐了功夫大了，觉得不得劲儿了，后边有点疼，没当回事了，不知道疼了顶住了，后边到黑了了，这谁呀、啊？突然间有点疼，我想到我说谁吧，谁了都揪不住了哈，我也不知道是这个病儿，呀，往那一坐一躺回来顶不住了，呀，一躺也躺不住了，疼了我。呀，人家说疼都疼了，有娘看他家老难着，这还好点了吗也？姐听到了，这胳膊都一阵呼叫上来了，疼了顶不住了。后边我上我说你咋回事？咋回事？再往医院了吧？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了，我害怕了，我就往医院了吧。也连憋尿，这来回有一个多小时。胳膊也一直疼的，轻的受不了，接着马上找那医生给他打了一个那个止疼针。打完了以后，半个小时开的稍微好点了。哎呀，疼的一开始那疼的受不了开的。张仁那第一回疼针好像疼我之前我哭，真顶不住了，疼了你。其实没事了，我姐还想往厂子去毛毛去，因为不给这儿了，再有了不毛他们老出错，就是我也来去吧，也去了。你弟弟来，你是弟弟来着是吧？那个那他是一块石头，养了个那啥。哎呀，今天来了，恁不来我这该给往厂子住上了，不去厂子我想着了房间不下，怕他们在人多了现在忙了怕出错了再。你五块钱再去吧，你这个钱有头啊。你长着钱有头啊！你赖着了，不是他，我愣赖不住他，他非要往厂子去。那验证好爹娘，那赖了，那说了几回，别去，给家媳妇把病整好了以后再过去。光操那心他。姐没事了，我给家我坐也坐不住。呀，你这样看你多耐着不？还去哪去的呢？我知道我鬼人家，你不知道我爱弟弟，去呗就鬼神到了呢。不是，我姐没事了。瞅你情，瞅你。你忙你都看到，光知道干活。绝对是好了，你忙你都看到，那不得劲儿呢，一点劲儿没有。哎，一点劲儿没有，还那啥了，都好了再说了。你都不能去上班了，今儿搁家歇一会儿。我说在爹娘来这儿了，看着你，我赖不住你家爹娘赖你。去，你那等到好了再说吧，光知道过年了都。你要不得劲了，讲个也唠唠，再过呀，还得再整啊都。光知道怪人家，你好了再说呀。打一个小伙了，孩子打一个小伙了，你咋整？歇几天吧，多歇几天，多喝水。小雨啊，小了，到时候你搁家看他还得。呀，其实也好几天没看见雨了，哎。那光顾了这俩，把身体家熬回来，你顾不上看雨了。我知道操心长的。光知道操心了，哎。这今儿都不想那样走了，叫他搁这跟他早法照顾那几天。我街上来了，我都不走了，我成啥了？光知道，那个工厂的，不知道挨的身体的。来了，我也不走了，跟恁走来吧，来着。电报少了的，光就都找人黑夜去了的。